改观溪口国小122年周年校庆运动会多元闹热，大会部主题校庆课程浓情蜜意在溪口，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分段展演农夫经营、孕育、收割各阶段的发想。溪口农会、溪口乡立幼儿园、溪口乡育民幼儿园也作为来参与，展现溪口国小无限的创意和绝代风华。尤其溪口国小爱嘉义吉乐团精湛歌艺发挥震撼全校。校长陈美慈表示，感谢馆长王章良挹注丰沛午餐的经费，学生个个英文英武，对外比赛成绩亮眼。2023年全球小乾坤悠悠里在影片官校心得比赛赢得影音金奖。溪口国小122周年校庆，我们谢谢县长给我们呢在营养午餐方面呢给我们丰沛的资源，让我们孩子拥有健康的身体跟心理，然后呢也让我们溪口国小呢在我们今年呢我们获得了全球就是呢小乾坤还有悠游自在影音的荣获全球的金奖，也让我们呢的孩子参加全县的音乐比赛荣获打击乐器的项目呢特优，在明年将代表参加全国的音乐比赛。同时呢孩子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参加了全国的民俗体育竞赛，我们荣获了陀螺的团体还有个人项目特优，毽子项目优等的佳绩。校友会回馈母校三幼先进医疗董事长柯俊宰鼓励学弟妹勇于尝试，培养多元能力，表扬在校职业同学。师生的优异表现，馆内来宾以及家长拢给予最高的肯定和鼓励。谢新新闻蔡明东，溪口乡彩虹报道。用心制茶，诚心奉茶，欢迎各位来家喝茶。在整个嘉义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那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县的农产品穿一件衣服，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哇，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有品牌就有责任。我们从食安的检验，包括设立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给你认证。不管是在网络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在电视，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直接去摆摊，或者在县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直接跟消费者对话，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跟所有的消费者直接对话的密码。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绝对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那嘉义优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像我们这样的小农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